现在是2016年元月六号，元月五号，是，好，我们转录，继续再转录，2014年8月份所讲的这边化学，这边全部36分钟多，那我们前半段第一段讲了19分到30秒，我就要往回溯10秒钟，从9分11秒开始讲，跟杰克讲化学，讲到谁？韩弗瑞、戴维跟法拉第，OK 的故事。关于很好，但还在欧洲这个各地去演讲，有一天他就被别人觉得又法拉利啊，加上法拉利这边，他得还要获得说，他第一时间没有提到韩，就是虽然那个时空有一些误会吧，没有韩那有些心结啊，还会跟他决裂，还会戴维。有一天冬天呐、啊，欧洲意大利吧，冬天很大的风雪，这个车翻过去还活下来，重了，这一辈子都是过去，就法医啊，我的学生又后悔了，法医就是他学生，法医就是小学学长，那个汉弗尔戴，大部分回忆他，汉弗尔戴维，David，汉弗尔戴，David is the new comfort。哈弗，David，大部分的发现，大部分是近代有名的，他发现的，好厉害啊！那是我还没在说法国还是英国吧？那好像就是英国啊，大概是法国。我看那个好像 Academy 那个伦敦来的很厉害的 Chemical Academy，我给肖像，法拉第是法拉第，电学之父啊，法拉第的 General 他发明的吧？大概我改变不了，他法拉第，反正是小学毕业而已。我那个台湾那个家伙写他反而也转，用中文写，小朋友可以看嘛，反而也转。那这个我外甥在看，小学在看，学校老师跟归家一个看一些，或者他看，我来看，反而我感觉反而转的，然后是反而一看，你知道了，反而就然后反而就一生，反而就很特别，反而一生呢、啊，反而的。然后一讲到戴维，就大部分人看，我随便给大陆戴维发现。戴维发现很多，戴维太强了，戴维啊，戴维很厉害了。反正这边做实验呢，我看有没有元素表，有啊，我看元素表，那元素里面有，元素表随便看看元素，结构元素，哎，就元素，但是成型，这个好好看哦，那么小，你看嘛，就有些元素上，钾是吗？钾跟然后钾高这几个就知道，我讲。四根呢，然后讲一个，从前面开始讲哦，从哪名开始啊？铅、锂嘛，你讲哦，钠哪哪一个钠？收点的是，那个钠或者 Na 那收点嘛，那 Ma，台湾就要改，很早就，前面几个早期古代就有，几千年就有了，早就发现那个，后来哦，分你说什么元素，用古代名来称呼它，那收点不是 Nature，Na，Nature 是哦，有钠有。钾也很古代有 potassium， 假如是 K，K，K-A-L-E，K 知道什么意思吗？不一样 ，potassium 是有相当不同的那个，假如 calcium， 看有我有概念的，这么小那么大一点字，我看一下，有意思很多，这边也很多。plutonium 应该蛮有意思。plutonium 啊 ，plutonium 基本上就希腊，对啊，希腊词的，那是很厚的，哎，因为放射性元素。我想如果前面的话就很多，很有意思。copper， 铜，应该 C 什么 ？C 什么 P 的 ？CR 吧 ，copper 是英文的。我说那个化学。CU。CU 哦 ，CU 好多字买的。有概念都是玩 cover 啊 ，cover 英文 cover 都是跟那 CR 一样，是个 CU 嘛，是 cover 好。古代是 COPP 啊，跟 CU 概念串起来 ，cover 就来讲讲就知道了。有个岛的名字，看岛你也知道。看地中海有个岛 cover， 相信吗？我一讲就讲出来了，就那个变化一下就出来了。我们叫格林是地貌，母音那就不华语我要变，子音都留下，子音都留下。那个岛在那边，只有 Crete 比较有名。不是 Crete 在旁边，Crete 在旁边就岛啊 ，Crete 在旁边东一点。这 Crete 好，就差不多大小而已。土耳其南边有它领土争议的，跟希腊换都领土是那个岛啊。希腊跟土耳其大不就大？真
他们有两个希腊移民跟土耳其家嘛。科西在寒冬，在克土耳其下面呢。西亚跟土耳其两个移民战争争夺，哎，北边土耳其，南边西亚移民呢，争那个岛自己权。还有你们就是那个地方叫 Copper， 叫什么？就 Copper， 我要它变化一下，不叫 Copper， 塞浦路斯，塞浦路斯听过吗？没有。哦，塞浦路斯岛，塞浦路斯就在喊塞浦路斯 ，Cyprus， 塞浦路斯 Copper， 古埃及时代。出产铜，对，那个要卡普才对。还有一个，稍稍远一点，更近一点，看到更近出产，现在还有字，英文里面还有人字，再不是更接近卡普，卡普已经变，三个字一个字，树木，然后云杉，那种针叶木，温带寒带云杉 ，Cypress，Cypress， 那是 Cypress，Cypress， 哎，很像 Cypress， 是云杉，很大量出口云杉，长很多云杉，古埃及时代就当冬季种，是吧？除了 Copper 之外，像云杉两大出口，就是又 Copper， 然后又各种跑出来 ，Copper 都是很多，因为我想典型啊，那金银铜铁也很多，金狗，我们叫狗，我们要找一找金 Silver， 好想 Silver 啊 ，Silver 啊 ，Silver。Silver 那个怎么写？那个简写怎么写？银那个简写怎么写 ？A 怎么？是啊 ，A G 啊，对不对？怎么来的？哈、啊，那个国家的名字，好大一国家，太大，你讲就知道了。好大一国家在哪里？先不讲，你讲就知道了。好，不在新啦、啊，不在旧。是啊，阿根廷啊，是为什么阿根廷啊？产银呢？是啊 ，A G 来了，真的是好。古代呢，假如拿阿根廷来讲。哦，水银的，古代英文水银的，我们古 Mercury 是后来的，不要现现代，早期呢，水银怎么讲？汞，那中国叫汞啊，但好好讲中国，中国汞是好提炼的，水银从哪边来的？矿物啊，让矿物，中国很久炼仙丹的，朱砂矿是什么？朱砂矿是朱砂，红色的、啊、叫朱砂吗？不叫朱砂，都叫点燃朱砂的。沉沙听过吗？沉沙，通常沉沙提炼水银，那水银，沉沙的英文怎么讲嘛？就是矿物，古代都常用沉沙用的 ，cinnabar， 哦，中国是沉沙变 silver， 好，第二变成 mercury 啊、哦、，mercury 好，另外西方 cinnabar 也知道啊，那怎么提炼成过渡？还没直接到 mercury 这次啊，都没有过渡的，就水，就中国换成水，不是中国的，不是中国的传统生物，是西方的。看水银是西方的名，英翻过来 quicksilver， 知道 quicksilver， 水银这个，后来是 mercury 这个字才出来，知道 mercury 哦 ，quicksilver 那个 Ag 嘛，你看为什么在 Ag， 为什么在阿根廷啊？为了产银，什么时代产银？怎么出现这个？正好有时代啊，阿根廷啊说哦，就银，什么时代？银大量那时候好讲中讲中国，还记得吗？中国割让你赔款，赔什么？主要赔什么？黄金。哦，黄金是吗？这个钱呢？黄金是钱，黄金好后来哦。来之前呢，赔什么？白银。是啊，白银那时候好，就我大量白银出去哦。为什么多？我希望用白银做偿付的，做偿付的单位。为什么？我不需要中国的白银，那时候出来了，银全是缺，很缺，长期中国把银吸进去，那已经有钱更便宜了些。银是因为那个时候还银就非常贵金属，非常价值非常高，那种运货市场机制嘛，稀有啊。那时候阿根廷出来，阿根廷出现银矿，不得了，阿根廷那个时代就那个时代，差不多就阿根廷出来那个时代。阿根廷什么时候独立？然后阿根廷就自出来，那时候他对一下，大概吧，可以找一个中医。那 A G 的问题啊，看了哦，我可以让我看啊，对，补。President 伯这是很厚啊，中国没有伯的字啊，有啊，康熙啊，那对伯很多是康熙的，中国不是传统合出来啦、啊、养系这个字合出来的吧，怎么啊，为什么养，为什么叫养，为什么养养生啊，是啊，你概念养是啊，养我让我们是养好，你概念好不可以，好碳来讲碳Carbon， 好碳，碳，讲个有概念哦，讲个，好，刚才讲看到一个磷，石部的磷，磷矿的磷，对啊，就是还是。